寒冬来临，强身健体，奇人亮出奇秘籍。头顶杠铃，上下前后花样行，手舞棍生风，苹果黄瓜全打中。更有种种另类器械一一展现，哪家姐妹花搞笑实验，风云骑兵团花样翻新，发明不断。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美女们，好吗？谢谢。太漂亮了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让你们感觉到快乐和开心的沟通无限，快乐沟通，精彩无限。大家注意到没有？今天两位我们的女孩子是相当的漂亮。现在冬天到了嘛，所以说我们也都换上了棉装。是啊，佳佳呀，我就。这两天突然发现我们现在真的是科学技术在日益的进步。是啊，我那天在大街上就愣看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怎么着你猜？怎么着了？他躺着开汽车啊。看到了没有？那说起这个开车呢，我倒想起来一件跟车有关的事情。就是大家如果想到这六个月的孩子，你们会想到什么？六个月大的孩子哭是吧？要吃奶，要吃奶啊。对呀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，他居然能够开摩托车。开玩笑吧。好可爱呀。好帅。不啊，很厉害啊。对呀。今天说到这儿，咱们那个老搭档祝哥今天上哪儿？是啊，就场上少了一个人。祝哥呢？朱老师，你在哪儿呢？喂，你们干什么？有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刚才听你们在吹牛啊，你们吹了半天，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最著名的发明家？鼓掌！哇，发明家，你都发明过什么呀？还有最著名的收藏家，鼓掌！我觉得无凭，还有最著名的鼓掌。什么叫鼓掌？口说无凭啊！对呀，您到底发明过什么？收藏过什么？你让我看看。来，你在我对面发现了一个最适合锻炼用的一个新式武器，对身体也好。杠铃，连小狗都练成了倒三角。杠铃的练习呢，可以让你的身材变得更苗条，同时呢，也会让你变得更加有力。OK， 推起来 ，Come on！ 哇，非常轻松 ，Easy！ 哇 ，Come on！ Oh yeah！ 哇，谢幕亮。OK， one more， 跟我一起再来一次下蹲 slow， 哈，感觉怎么样？最后一次 now， 哇，谢谢，漂亮，谢谢我们的小伙子们，来来，我看一下，音乐继续，待会儿，哎呀。不是这个分量比那个更重，你要注意一点不是，咱们碰一下吧。来，等一下，来，哎呀，
哎，你的力量更大。哎，看我的。啊，我问一下我们杨教练，你的胸围是多大？胸这个没量过啊？没有量过？不敢量，没有能量。我听说练健身的胸肌都会跳动啊，你会吗？啊，你还行，来跳一下，来跳一下，跳一下，我们看一看，来。对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我也会啊，我也会啊，你也会。哦，哎，哎，杨教练，那我们就特别想问你，这个杠铃操，刚才你在表演的过程也在讲，它对好像对塑形特别有好处，是吧？对。啊，那你们一般都是用手臂，然后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练大腿？对。啊，对。那你有没有用其他的地方练过这个杠？对呀、啊，比如说、就是、换一个位置，用脚脖试试，耳朵试试，鼻子试试，牙齿、啊、有没有过？嗯，这个不行、这个、是吧？这个不行、啊哎。那好，那我们下面呢、就会要请出来一位用头来顶杠铃的神人。哦。向景春来自湖南，48岁的老相练就了一副铁头功，他的功夫可谓与众不同，不信你就来看吧。今天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现场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朋友能不能看到，他这个好像外面是木头的，木头做的，对、哎，木头的，然后里面是什么做的？我想知道。是铁的，是铁的。哇，哎，那这个它现在到底有多少斤呢？对吧？它的分量有多少？对呀、啊。这个就是，40公斤。其实举起来，我想了，年轻人都能举起来，身强力壮的、哎，并不要。但是我们向老师，他不仅能举起来，他举的方式很特别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来，向老师给大家展现一下，表演一下，来，好吧，向试第一招，来，有请向老师。来自湖南的向老师。向老师举杠铃，他不用手，他用哪里嘞？看了就知道，看了就知道了。哎，用他的脑袋。哇，我们慢一点，我厉害厉害，我们离得远一点啊。耶、yeah, ！掌声鼓励一下，好漂亮。向老师给大家来一个头顶杠铃正步走，哎，起步走。哇！一二。向后转，慢一点啊！要转的时候要慢一点，转的时候要慢一点，慢一点啊！哎，好，好棒啊！哇！起步走，这个杠铃还在转啊！杠铃还没有起步走啊！对呀、啊，哇！好，好，好了，谢谢向老师，来，谢谢向老师，谢谢。向老师，你把脑袋弯，哎，让我们大家看一看，很正常。而且大家注意到没，这一块磨的呀，哎，磨的头发都掉了啊。其实向老师，我们知道你这个好像才是毛毛雨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因为他相对身体保持静直，他才可以顶这个啊？向老师接下来要带来的这一招，让我们每个人都会瞠目结舌的，主哥。哦，是什么呀？你猜猜看，我们一起来看吧。我猜，一起来看。究竟是什么功夫呢？老相不只要展示铁头功，还要展示灵活的腰身，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精彩马上就到。好，现在我们拿上来了一个呼啦圈。哎呦，这个呼啦圈的呢，要告诉大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这个呼啦圈的分量很不一样。是，这是什么做的？这个呼啦圈，向老师。这个是铁的。哦，也是铁的。这大概多重？这个呼啦圈？这圆光，这个是5公斤吧。5公斤，石柱哥，为了证明我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，我决定今天在这儿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技，那就是一个非常瘦的姑娘还要转一个10公斤的呼啦圈。谢谢。不是，我是。咱们离远点，离远点，躲远点！你们照顾着脑袋啊！你要小心点啊，不要伤到前面的观众。来，向老师，很厉害！哎，而且我觉得不是这个圈子，柱哥，我转过之后，我想先下去一下。为什么？胃疼了，因为我感觉这个腹部已经痉挛了，这会儿。哦，不过。在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腹部弹性还是蛮好的。那究竟其实很多观众会问了，那我们这位来自湖南的，我们的这位向老师是怎么玩的？是玩的一样不一样哦？来看一下吧，来，向老师。好，来自湖南的向景春向老师，
马上呢头顶40公斤重的杠铃，然后呢这个腰上还有一个5公斤重的铁环，对对对，呼啦圈啊，哎，而且他要自己来，好，哇，准备，向老师掌声热烈点，哇，哇，厉害了，掌声多一点，鼓励一下嘛，我摇，还可以转圈，太精彩了，好棒。佳佳有没有感觉到让你心跳加速？有，而且我这会儿也很想转。你也想转，待会儿试一下啊。柱哥，看来身体壮不壮并不在于外在，对，不一定体格要壮。哎呀，慢一点，一定要稳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来，掌声鼓励啊！来，谢谢。好。哎，下面我问一下老师，还有什么让大家感觉拍案更不可思议的东西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向老师，咱们那绝招今天使不使出来？最绝的那个。让他们看看吧，好，让同学们开开眼界，开开眼界，电视机前的朋友开开眼界啊！来，上我们的道具，来，一个杠铃到底能玩出多少花样？老向可谓是煞费苦心，到底是什么道具呢？答案马上揭晓。请大家注意看了，电视机前的和现场的朋友们马上就要大饱眼福了。来自鱼米之乡，我们湖南的这位向景春向老师，头顶40公斤重的杠铃，走在宽10公分的独木桥上面，那真是有惊有险呐！对呀，哎，杨瑞，我的心已经开始悬着了。嘟嘟，嘟嘟，嘟嘟，嘟嘟。向老师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嘟嘟，嘟嘟，掌声鼓励一下向老师。哇，现在向老师开始要倒走，还要转一下啊！天哪，来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，你从这个角度看，向老师的脖子啊在用劲儿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哇，倒着走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后面可没长眼睛。哎，对了，哇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完全靠感觉。哎，哇，我们离胜利就剩一步了。对呀，就是像是一将近100斤的杠铃啊！好棒！来，厉害！来，因为谢老师为什么要蹦下来？差了一点，他因为背对着看不见里面还有多长，对，所以说他要跳下来。是，刚才我们不是看到这个向老师负重这个40公斤走这个独木桥，对，现在这样吧，娜娜你跟向老师一对，杨瑞和我们佳佳一对啊，我来做裁判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也顶着杠铃吗？哎，你们不用顶杠铃，顶水果，顶水果，那我们一队，跟我们一起来，两个同学来，我来打。游戏马上开始，到底谁能顺利过关，谁又中途落马呢？团热辣不断，引爆您的激情，现代张国老为您带来最浪漫的自行车车技，重庆好男儿口断钢筋，气吹千斤顶，更有花甲老人发明小抒情，音乐叮咚好动听，惊奇继续，趣意连连，敬请收看本期《高装无限》。游戏马上开始，到底谁能顺利过关，谁又中途落马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吧。好了，预备开始。哇，给向老师一点掌声。哇，真的有难度。我觉得这对向老师来说真是小菜一碟，他更省事儿啊！向老师，这样不行，接下来我们两个人还玩什么呀？还留了两个啊！好，向老师完了啊！该我们这小姑娘，来，你第二个来，我来打最后一阵。柱哥，您看时间了吧？关键是我们看最后谁的水果掉下来的多，好不好？姑娘一定要加油啊！要掉就我们叫手不能扶啊，预备看走走，
前功尽弃啊。不是你，你走慢点，别把这棍压折了啊！哎，不能扶着走啊！不能扶着走，不能扶着走。好了，你可以把这个送给他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去掉，把这个换上。好。还要转，叫自己转。哦。哎呦！在最关键的时候，向老师，您还不如不来。抓紧时间，第二队。第二队。哇塞，手不要扶，开走。我估计这玩意儿啊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，稳住啊，稳住。好，把水果放在头上，稳当，一定要稳，不要着急。眼睛看天花板，不要往左，稳住，稳住。你在，你就直接超人掌声，来一下，抓紧时间。筐都拿不稳了，来，快一点。现在由我国著名的平和木运动员杨瑞为大家表演。杨瑞，你要加油啊！哇，来来，好，好，拉过去，你把他拉着回去吃吧。我来了，滴滴滴滴滴枪，滴滴滴滴枪。哇！哎，杨瑞真棒，超人。Go. G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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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呦，厉害厉害！谢谢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的三位双节棍的好男儿，来！好，谢谢。今天到场的第二位嘉宾可是位神秘人物。三位侠客同时上场，他们都自称是身怀绝技的李小龙，到底是真是假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吧。这个杨瑞啊，哎，这就是你请来的三位李小龙。这个是我请的，谢谢啊。是你请的？对呀，我怎么看着佳佳请的，我怎么看着一个都不像啊。哎，那么我们不要老拿电影，其实电影那个跟真的李小龙长得像不像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今天看的就这三位，到底哪位最像生活中的李小龙？这个好像胖了点。哇，倒是很厉害。我也来看我们这小伙子，来来来来一招。是这位，哎，娜娜，这个我觉得长得是比较像。哎，来，我们再看一看第三位。来，第三位，来，第三位出一下手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真假李小龙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不是，我们这两位呢，其实也是我们李小龙的爱好者。对，李小龙的粉丝。对呀，今天来到现场，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两位先在台下休息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掌声送上两位李小龙的粉丝。接下来让所有的朋友们看一下演技，看一下我们这位李小龙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活。好了，掌声有请。来。什么叫龙飞凤舞？什么叫眼花缭乱？什么叫目不暇接？这就是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现在就特别想问一句话，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女生，对呀，帅不帅？哎，等一下啊，你怎么感觉都有几个明明是有男朋友的还喊帅？哎，你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真正的一些打的绝活。您到底叫什么呀？他的真名，告诉大家。李小龙，哎呦，叫李小龙，真名叫李小龙，身份证拿了吗？哎，本身就叫李小龙，对，本身就叫李小龙。同时，他这个双节棍呢，可不只是花拳绣腿，拿来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对对，他真能够打东西。到底能打哪些东西呢？
接下来的表演可谓是惊险万分，让人目瞪口呆，千万不要错过哟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苹果让我来，让我来，拿着话筒，谢谢。小 kiss， 苹果吗？要上镜了，我把苹果擦亮一点。来，准备。娜娜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有点抖，行不行？先说明一点，可不要乱动啊！我觉得这个责任划分清楚。如果你被打伤的话，怎么办呢？被李小龙打伤，我心甘情愿。好，滚！有勇气。稍等，让双截棍来得更猛烈些吧。预备。手不敢动啊！手不要动，不要动。我觉得还是让咱们这小伙子来。没事没事。不，你要动会打着手的。你不要动，你千万不要动。来来来，我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。Close your eyes。哇！哇！苹果粉碎。哇，这个苹果被打的粉碎，我们看一下被打的粉碎。而且打的这个位置哈，在打的一瞬间，我脑子里面似乎。疯了！啊，刚才打的是苹果，这是什么？都是双截棍，还有鞭子。哟，好漂亮啊，双截棍，各种类型、各种颜色的啊。好，我们先让小龙介绍一下，来来来，柱哥，来小龙，先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哎，很软啊，这个是这根是什么？这根是干嘛用的？这个是用泡沫做的，泡沫做的，很轻的。就是刚开始练的时候，打在头上不疼，不疼。这个是用那个塑料跟那个。橡胶做的，也就是合成材料。有时候我们自己练的话，可以取材自己做这个双截棍。然后呢，就是用一个绳子就行。那这个是初学者，这个基本上就是中级班学的用的，啊、对吧？这个相对的硬一点。那下面你看到这个，下面这根呢？前面像流星锤一样。这个是什么做的呢？这根是大学生用的。这个就是双截棍，这个威力全在于棍头嘛。棍头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再加上一个这个。杨瑞要我打你一下。这个贴球呢？可以增加它的威力。哦，咱们这样把双截棍的这个威力先给我们展示完。哎，对了，刚才那个打的是苹果啊，打菜。那么接下来打什么？我就刚就说嘛，我说这个苹果刚才是我拿着，我想看看你的准头。比方说，我轻轻的将苹果抛出，你能不能打到它？可以。这样吧，我觉得咱们真的是让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柔弱的佳佳来试一下，锻炼锻炼。把这个苹果抛起来。来，佳佳接招。来接苹果。好嘞，帅这个动作。来，你说往哪个方向抛？哎，小龙啊，我这个扔有没有什么技巧？比如说，我是要扔高就可以，是吧？想准备。好，准备。来，一二三，我就扔啊。一、二、哦！下了一头苹果雨呀！大家看一看。哎，我觉得。等一下，天哪！蛮甜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以后我们要吃这个苹果酱啊什么的，就啪一下，啪打就行了啊。不了，我觉得这个有好处啊。一个苹果不够分的时候，扔起来打开，你看前排的人都有的吃。哎，张着嘴。有一首歌怎么唱的？怎么唱？叫流星雨是不是？啊，当我打起苹果雨。哎，刚才是这个空中抛物啊。那么刚才我们还看到一根黄瓜菜，这黄瓜要怎么玩呢？这里面是什么？纸杯。哦，纸杯。对，这个纸杯你要放哪儿打？放在这个人的头上，比较增加这个表演这个危险性。我觉得你说清楚你要放谁头上。找一个咱们的来宾观众，观众有没有胆量的？有没有人敢来？有没有人敢？抓着谁试试？哇！还真有不怕死的，我们这小帅哥啊，你看他的小迷糊眼睛多像雷九龙啊。来，你害怕吗？有点害怕。这打头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有心理准备。有心理准备啊。来，小伙子，你他是面对哪儿？面对观众嘛。面对观众，让观众看清你在颤抖的脸。小伙子，问你一句话，今天女朋友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在哪位？在哪个女朋友在哪？哪位是？请举手，举手，举手。哎，哪位是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小伙子敢上来吗？就要给他的女朋友看一看。离远一点啊！哎，
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如果你觉得你胆量够大的话，来到沟通线参与我们的节目，这样的话，哦、好，来，圆圆，心惊肉跳，大家看好了啊！哎呦！哇！哇！喂，小伙子，坐着，没事，还好，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。我小伙子吓出了一身冷汗的。对。现在我们要不要见一见我们这位勇敢小伙子的女朋友？要不要？站哪呢？站起来，到台上来，过来，叫他过来，来，站好。哎，告诉我们，他是不是你心中的英雄？是不是？是。那你就上来，你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他同意嫁给你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来，对我们的英雄，来，小伙子非常英雄，来，拥抱一下，哇，好甜蜜呀、啊！好，谢谢我们的小伙子，谢谢我们的小伙子，谢谢。我现在看了这个之后啊，我觉得想当一个高手很不简单呀，但是要当高手的陪练更不容易，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小伙子非常有勇气，对，而且呢，今天呢，在我们沟通无限的现场还见证了他的爱情，我觉得，哇，好浪漫。那其实我觉得哈，真的是今天是情深意切，对，真情流露，然后呢，露出了一头的大汗淋漓呀、啊。哎呀，哎，那我问一下李小龙，我觉得你刚在打他这个头上这杯子的时候，说实话，有没有考虑到，如果说是没有打到杯子的话，要失手了怎么办？对啊，有，这个是经过我上万次的练习，上万次。对，因为双节棍这个我很清楚，它的威力很大。嗯，只要是打到身上的话，是非死即伤。我想知道，我们空中飞的也打了，我们这个头上割的也打了，这个要莫非？我告诉你在哪儿吧，这个黄瓜待会儿呢，大家知道。潇洒的李小龙很爱抽雪茄呀，要含在嘴里打吗？要含在嘴里面打，含在自己的嘴里面，还是含在别人的嘴里面？嗯，对。哎，柱哥，哎，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现场还有没有小伙子女朋友一起来的？有没有？来，好踊跃呀！来。让他来咬的好不好？咬细的吧。粗的那种，我说你可别使劲啊，我们的黄瓜就剩这一根了。放心吧，我不饿。啊？放心，我不饿。哎，我发现黄瓜真的是有点发抖啊。这个小姑娘闭上了眼睛、来准备、小姑娘的嘴巴都在颤。往下探下食，把字往下探下食。长这么大没这么吃过黄瓜。好，我们的雷小龙，李小龙。用他的双节棍，带刀刃的双节棍来削这根黄瓜。哎呦，哇！哎呀，别动，美女不要动啊，千万不要动。黄瓜已经越来越短了。哎呦，别动，不要动。好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，不要，千万不要动，千万不要。好。等一下，黄瓜面膜，黄瓜面膜，哎呦，是不是特别害怕呀？姑娘，没有，害怕不害怕？我是想让不是这个杨瑞太激动了，这个突然这个动作使我想起了刚才那位男生啊，他被我的勇气倾倒了。哎呀，不是勇气，是被你的整个的人格魅力，还有你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勇敢，拥抱一个，来拥抱一个，杨瑞。好，哎呀，祝你们成功！不，也是有没有办法安慰她一下吧。好，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姑娘很胆大啊，对，很是胆大，勇气可嘉。然后因为你相信她，我相信她，所以我就不会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感谢，谢谢这位姑娘，谢谢李小龙。
小龙的绝活呢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深刻的印象。哎，对了，但是我就寻思着，柱哥，你这个大发明家、大收藏家、大什么什么家，还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没有啊？让我们看看。这还用说？刚才我们看到小龙这个难度很大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有时候这个自行车的难度也是很大的。对，脚踏车。哎，你有什么？就我们平常骑的自行车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我最近又发明了几个特殊的自行车。你发明的？哎，一起来看看。请看图片。什么车呢？柱哥，你哭啥？柱哥，您外甥都哭成这样了。有没有创意？相当的有创意。再看下一幅，柱哥，这个又是谁画的？啊，这是我二大爷。不是，虽然图片看着很怪怪的，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现场，我跟佳佳，我们这儿有啊。啊，你们这儿也有？对呀，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个自行车的王国。对，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，哎，就是我们的向老师。向老师，这个自行车呀，不对，向老师，刚才。刚才我们看不就是那个头顶顶杠铃？对，但是呢，向老师呢，在这个业余生活时间跟您一样，也喜欢没事发明个什么东西。对，也喜欢发行放向老师，对他先这一次要先给我们表演一个，就是头顶着杠铃，还一边骑着自行车。大家想不想看看？想看吗？想吗？对，有请向老师。好。还要发动这辆单车，请大家把手都这样举着，以免杠铃掉下来您会接着。来，举手。向老师，见着人的话咱就按个铃发动。我们是不是都上去？来，我们都上去。我们把道让给向老师。红灯，红灯，哦，太漂亮了！掌声鼓励来自湖南的我们的向景春向老师。好，哎，头顶80斤的重量脚踏自行车。好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向老师。郑州站到站，到站，好，向老师，来，我们把这个自行车推掉，来。好，来，哎。其实啊，刚才你们看的这辆自行车呢，它是一辆很普通的自行车。对，我们向老师刚才柱哥说你是大发明家。对，我们向老师也是大发明家。那向老师发明什么了？发明的是一辆什么？很高自行车。高自行车有多高？有多高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？比我高吗？好好好，来，我们把比你矮一点试试，来量一量吧。量量，来来。哇塞！快乐沟通，精彩无限的。前面还有一个小金帆在。这车子这么高，怎么骑啊？这个漂不漂亮？佳佳，来，咱们跟车先摆一个造型，摆一个抛。怎么说？我们佳佳哥，赶快给我们照个相啊！那下面呢，马上就要开始上车了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太小了。好，准备，成功！慢点，慢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发现这个。向老师下车下的也很有水平啊，是蹦下来的。哎，我在想，向老师可能这边有个支架。哦，这个自行车有支架的呀。对。哎，其实啊，咱们这个自行车是特别有故事的啊。你发明的那些自行车呢，可能就是你的小发明。但是我们向老师这个自行车，他曾经骑着这辆高车，告诉大家从哪儿骑到哪儿。从湖南骑到北京。哇，北京大概大概用体育行动支持北京8002年北京奥运。2008年北京奥运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对呀，后面那辆黄色的大汽车就是他的保镖用车。哎，向老师，看来我们向老师啊是一个特别注重身体的健康啊，还有我们的一些平时的锻炼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柱哥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
陀螺。哎呀，小时候，我记得啊，上年岁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，河南话，叫星鼻子搭电篓。星鼻子搭电篓，知道不知道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就是感冒了，鼻涕这个，然后醒出来。哎，其实那是个开玩笑的话，其实这个在我们河南的地方话叫电篓。其实就是陀螺，陀螺，哎，陀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，都的擤鼻子要甩的，因为打陀螺也要甩的。这样好不好？咱们接下来就擤鼻涕，打电篓，打电篓，来。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中号的啊，中号，这个中号里边会发光，对，那么其实呢？可能是那种大的，我们会觉得是最不好打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小的，一般人都可以打起来。咱们这个小的是买的吧？这个大的呢？自己做的。做的吧？就拿什么做的？木材，一根根，那个。这个有多重？锯一段木材，把它。锯一段木材，然后把它。这个有多重？用那个刀把它修一下。夏老师，这个有多重？这个有五斤重。您还是个木工嘞，哈。还装修房子嘞。假木工。那这样吧，我觉得咱们既然玩，就玩最绝的。哎，咱们玩最大的。小的呢，待会儿呢让小朋友玩；大的呢，让大朋友玩，好不好？夏老师先跟我们玩一个。要把这个绳子。所以说，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技巧。对。哦，这样的话，他可以把它。好，那来来，要不要扶一下？准备发动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玩的。打打打我打我打！我让你不听话，我打我打。好。啊，我会了。好厉害，来。好好。祝老师您今天也是童心未泯呢，玩得很开心呢。祝老师有没有感觉像回到童年？哎呀，真是这样的啊，因为小的时候啊，玩具很少，玩的东西也很少，所以说都玩这个。对，祝老师，你说到小的时候，虽然咱们不是一代人，可以是一代人，但是我听我妈妈说，像你们那代老艺术家小的时候都玩过一种叫做滚铁环的东西，叫推铁环，叫推铁环，没有说滚铁环。对呀，玩过吗？玩过。哎，今天我们这个向老师。他也玩铁环哦，向老师，您这一代人也玩铁环啊？对啊，像他们这一代什么都不玩。对，像你们年轻人都不玩啊，就是嘛。来，我们现在就把向老师的铁环拿上来，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。来，有请。超大的铁环呢？这种铁环的，我们还真没玩过。哎，向老师，这个你要拿这么小的钩子来滚铁环，这个铁环有多高？这个2米5高，二米五高，你看一下，我是1米8，哇，是比你高好多，姚明那么高。你小的时候玩的是这样的吧？其实我们小时候玩这个比这个还要简单啊，对，就是用那个钢筋，就是冲着那个铁丝窝一下。朱哥，你拖一下，感觉一下儿时的回忆，对对，感觉一下，把童年找回来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老师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推着小铁环？我要上学校。好，让个同学推不成了，推推吧。哪个同学愿意来？来找一个，哪个同学会来？哎，会推台铁环的上来吧。哇！啊，都推得好。来，向老师，我先卷着那个小的。来，你先打一下小的啊。对，推一下小的。哎，你看推得多稳呢。很轻松啊，祝老师推得非常轻松。来，我们看一个大的啊。看一看你是怎么来滚这个大铁环的啊？来，到站。好，向老师，我们现在来滚一下这个大号的。对，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。您说什么样的人能玩得动这个当呼啦圈啊？来，对，我们先把它滚铁环，然后再玩呼啦圈吧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哦，等一下，真的玩呼啦圈啊？好，我松手哈啊。请前排的朋友戴上摩托车头盔和护膝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往前直推，朋友们接一下，好不好？推着是，来。哇！来，我说那个向老师，来，您走直线，冲着那个摄像机过去，冲着摄像师就过去，好不好？来，走直线，走直线，就那个正在笑得很灿烂的摄像师，他刚买了人身保险，好了吗？好了啊，预备，走，走，哇！好，哎，谢谢姜老师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场地有点小啊，来，场
哎，所以说有点施展不开。刚才向老师说要玩呼啦圈啊，向老师这个能转呼啦圈吗？真的能转起来吗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啊，真的。我先示范一下，你们你们也可以转来，来来来试一下，因为这个重量不重了啊。来来来来，我们往两边站一下，我们也跟他一起练好不好？哇哟！哇，脖子还可以。天下一大奇观呢。向老师把一个直径两米的铁环转起来。我有一个提议，我有一个提议，咱们四个人一起来试一试，我觉得可以。四个人一起来怎么转？向老师拿着您的麦。我刚才套上这个之后，我就感觉有点像要上潮的感觉。来，我觉得这样，一人摆一边，一人摆一边啊。好，转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要用力均匀，一定要用力。不是你们走啊！走走。哎，蛮好的。可以健身的啊，大家可以上来一起转。挺好，挺好。另外呢，另外咱们的几位嘉宾朋友，我们来小龙，小龙，来小龙，好了，预备开跑！啊！好，朋友们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快乐的时间总是很短暂的，对，沟通无限，马上这一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拜拜。哎，那么如果说您自己有什么好玩的、好看的、有特异功能的，欢迎拨打我们下面的电话。下面电话，对呀，我们永远是你们的好朋友，再见，朋友们。再见。不断引爆您的激情，现代张国老为您带来最浪漫的个性车设计，重庆好男儿口断钢钉气吹千斤顶，更有花甲老人发明小抒情音乐叮咚好动听，惊奇继续趣意连连，敬请收看本期沟通无限。沟通无限的两位特星，好，这两题啊，对对对，不是你别把这车给压垮了啊。